特別新聞報導，近日網台界大風暴越吹越烈，第一大台的五個一夜情在上個星期宣布到四月底就會停止收費頻道營運，估計有數千名網台觀眾受到影響。突然間有得睇咁耐，成晚流場，有咩搞啊？我急急三溜溜，仲無啦啦見人講台話添，好想收啊！都唔知有咩意思啊！人生全部曬波啦，有冇人可以幫我？有冇人可以救我啊？鑑於突然大量網台難民湧現，低俗频道基于大爱包容和反对法西斯的精神，尝试接收失落的网台难民，等他们继续有丰富的两性程式和娱乐节目收看。凡于2016年4月16日或之前曾经一直在有台五个一夜情的付费用户，就可以凭着付费证明申请三个月免费无限重温低俗频道的节目。只要在五个一夜情的付费证明电邮到css.lozo.com 或者 WhatsApp 到90875189，甚至寄到去觀塘成業街20號而新工業大廈7樓前座的低俗頻道和 MIHK 基地收的，再附上你們的姓名、電話、電郵或者 Facebook 地址等個人資料，我們就會幫你申請一個三個月內免費重溫低俗節目頻道的 account。低俗频道接收网台难民的特别新闻报道完毕，希望大家可以齐心努力解决困境。